极其美妙的声音，待会儿把录音机放到适当的地方，把音量开到最大。小白鼠，谢谢你。啊，小白鼠，这个小疯子。把小白鼠给我抓来。他来了。别纳闷，他们是双胞胎。她是我妹妹，叫长尾巴，我叫短尾巴。瞧，好，还是短尾巴有出息。现在我宣布，派短尾巴到老鼠学校去当校长。等一下，长尾，你别想了，跟我走着你。好啊，不许吵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你们的校长。你听着，我叫短尾巴，是国王派来管你们的。哦，培养下一代很重要，你要好好教。哎，对对对。你们都要好好学，不准胡闹。好，现在继续上课。哎，看啊，这就是人类制作的捕鼠夹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成千上万只老鼠被夹住。它的构造是……老师，人类为什么要做这种夹子呀？
因为人类他不喜欢我们。为什么不喜欢我们？因为我们偷东西。我们为什么要偷东西呢？傻瓜，这还有问吗？为什么不能问？不为什么，反正我们就是要偷。好，现在继续上课。哎，这就是捕鼠夹，它的构造是……我的，在吵什么？是这个，哎，反正你们要记住，这个地方不能碰。老师，为什么不能碰？我知道，你讲，你碰我尾巴就会夹住。哎，对，要是你们的尾巴或者腿被夹住了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咬断。哎呀，那有多疼啊！我可不敢咬。听着，要逃命就不能怕疼，怕疼就不是好老鼠。瞧，我的尾巴就是自己咬断的。校长，要是头被夹住了呢？那就咬掉自己的头。嗯？咬掉自己的头了？怎么咬了？不能笑，继续上课。哎，总而言之，就是这个地方不能碰，绝对不能碰。就是这儿，这儿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哎，就是这儿，这儿。我亲手抓住的。